身为一个工程师呢，我也明白，做嘛爱向去介绍啥地方呢？每两个小时落了两个小时的水呢，就一浸。因为去介绍啥胶呢，就是做到咩十分啊、十分好，十分完整。呢个问题呢，八达湾市议会、市议会以及议会呢，唔得解决。全部的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是说多其他的部门有关的部门大家坐下来呢，何必说这是水利灌溉部门土地局，这是本国地方的部门，这个叫啥工程部，还有这个叫啥里头市议会，沙拉瓦有32个市议会，里头市议会佬里头有关的部门，大家坐下来，有只好好的两套，会明白呢个问题。我相信这个都是沙拉瓦呢，能够好好的友善的将你个浸水问题来解决。当然。巴杜林达、巴杜基丹里个区呢，除了浸水，还有很多里头基本设施，这个都是很系缺少。基本设施呢，虽然唔系最好，但系呢唔系最快，不过还有很多地方，这个都是做得进步的。人系。往上求，这个都是要路，这个都是要靠河的路，这个都是要水沟，这个要靠河的水沟，这个都是要路灯，这个都是要每条路呢都要路灯，这个都是要水和雪，这个都是希望每一站啊路条路每甘邦甘邦的路也要水和雪。所以我身为一个工程师，是说我有机会在这个立法议会地位，我会争取多的拨款，为七家都沙巴都基丹区，将七家都沙的里头基本设施，做得比今年的较好，为七家都沙的人民带来靠好的反境，大家吃到呢，本靠快活，靠舒服，